Déjà.晚上好，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就是老年人。晚上好呀。大家是不是一般只有在就是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和直播要结束的时候出现啊？等一下，口红没抹匀。谢，哎，我在谢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谢什么。那就来，中台欢迎你，谢谢红包。太冷了，你们谁懂？谢谢红包。你们看，我头顶开始长黑色头发了，感觉我这头发也没什么用了呀。就是说，我这头发，你们看现在又变了颜色了。嗨，大家好，笑死！哇哦，谢谢男妈妈也是妈，怎么比颗星吧？笑死！谢谢谢谢，没有看哎，我就是今天一天都觉得很冷，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待着，没找到。谢谢娃娃，有多好看？穿很多了，而且我热水袋来着，明天就可以见到英英啦，好久没有见到她了。真的吗？这么好看吗？那我待会儿去补一补。你们都看了呀？刚刚很好笑，就是我外公现在还在刷抖音，然后我妹妹跑去教育他，说多大个人了，大晚上不睡觉还刷抖音。对，我看见这是丫丫给我买的，我还以为是睡衣，没想到是外套。哎呀，不好意思，衣服没穿好，我就说怎么怪怪的。对，我妹妹笑死，谢谢金吊坠，很时髦。你说我很时髦吗？晚上好，嗨，我妹妹来了。羊羔毛，羊羔毛外套，够暖吗？还行。你熬夜回房间跟做贼一样，我们现在也像做贼。我妹妹在这炫车厘子了，笑死我！我妹妹太好笑了，她要给我笑死了。现在不算熬夜，确实现在确实不算熬夜。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头发有一点带紫色。妹妹能过来踢我吗？他们说你能过来踢他们吗？怎么有这么无理由的要求呢？他们就是这样的。才十点半，什么叫才十点半？我妹来了，给妹妹也发个红包，她给你发红包了。来看看男妈妈，她要哇！你看，哇，这什么？这是最大的特效，就是最大的。快谢啊，妹妹，你快谢谢啊！笑死我了。感谢老爹。感谢什么？她是妈妈。哦、不要吧。他是男妈妈，笑死！喊姨妈哦，他说叫你喊姨妈。啊，不行，我有好多个姨妈。那他要谢谢金吊坠，谢谢男妈妈也是妈，笑死！你炫车厘子吗？我不炫了。你们炫？我妹很好笑，我妹问你们炫车厘子吗？那我炫了，先炫为敬。好甜、啊，好好笑、啊。
很甜吗？我觉得太冰，我刚炫了一个，我觉得冻牙，我就放弃了，炫不过，笑死我了，太冷了，他们叫你给我塞就行，不用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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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我妹妹，哇，好冰啊！笑死我了，看一下消息，我妹妹说我外公还在刷抖音，这么晚了，嗨，就是我妹妹她吐完了。你吐哪里啊？我吃了。不能吃，有毒的。我开玩笑的。哦，那你吐哪里啊？吐这里面。你没发现多了一个？没发现。我妹太好笑了。我妹从小就是，我每次回来，我妹妹她都会花她的不知道哪来的钱，每次攒了半天的钱就带我去买好吃的，从小就这样，仿佛她才是我姐。我也这么觉得，太糟心了，太糟心，就是她。就是我感觉他没钱，但他又不知道哪儿来的钱。然后小时候没那么多钱，他就带我去楼下买辣条，去山下买辣条。哪里有山？哦，对对对，山下。对，以前我们外婆家住在山上，可厉害了，还养了狗狗。对，他都不知道哪儿来的钱。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他是卖不少外公的。不，外公更有钱。然后他就带我去买，我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非要给我买，给我买一堆。外公赚钱比我赚的更可怕，好吗？他怎么赚钱？外婆以前老是隔三差五会拿100块钱给外公带我去买优酸乳喝，结果100块钱那时候，谢谢红包，那时候优酸乳才40多块钱，外公就吞了50多块钱，怪不得有钱哦。然后连续吞了。差不多吧，7、8箱这样子。然后外婆忍不住了，就问他一句：“为什么每次给你100块钱，你都不给我找零钱？钱去哪里了？”怪不得，原来外公是这样的人。啥？怪不得那么有钱。他是不是会分一点给你当封口费？没有，他不分给你。他会带我去买辣条。我跟妹妹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每年都会存钱，然后存了回来给外婆，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他后来跟我学会了，就我们俩都很懂事儿，然后就是给了外婆之后，给外婆100，然后过两天过年了，我们就跟外婆要10块钱去买那个摔炮，然后我妹妹不敢玩摔炮，她就要站在2楼玩，对。跟外公学的。我们那个，你冷吗？我不热。你真的不冷吗？我真不热。是哪来哪学的口音？不热，不是跟爷爷学，是跟外公学。啥色的头发，啥色的衣服，就是很酷。我的头发，我带了那个染发膏回去，过两天要拍深写。这个头发，所以我就知道，不然你这个时候一般在打游戏。你好聪明、啊，你朋友染成。我跟他讲，我说我外公还在刷抖音。是啊，外公怎么还在？我跟他讲，外公在刷抖音。他说你外公这么晚睡，我就知道，不然你这个时候一般在打游戏，在炫游戏。什么时候去染？回去之后染。你是脑白金长大的吧？吃脑白金长大，那是什么样的？脑子这么好使，从小就补脑。外公，我还没有吃过脑白金哦。我那天还，那你不你可能还不太需要。我那天就是黑洞白是什么？我那天就是念叨外公，因为外公不是现在身体也不好吗？嗯。经常哪一通哪一通，就是因为他葛优瘫，
他瘫在那看电视，然后我爸说不动他，你爸也一样瘫。对，我爸就拉我过来说，外公每次都要我骂他。对，我也骂他。上次外公住院，姨妈跟妈妈巴搭，他会跟他们顶嘴，我一来就跟激光枪一样叭叭叭叭骂一顿。他给我扯话题，他说这个输液输得太慢了，输液那怎么办？然后我说你要多快，我爸下来直接给你喝更快。能喝吗？他就把头撇到一边去不讲话了。我妹是护士之前还是很有那个的。哎，我要调一下这个。妹妹为什么悄悄讲？因为不能打扰外公睡觉。因为他还在刷抖音，好可怕，好可怕！这么大年纪了还刷抖音，我刚刚问他你是不是上头了，你还刷，还不要睡觉？这么大年纪不能刷抖音吗？妹妹今年18，我要是七老八十，我也还刷抖音。我是一个冲浪选手，冲浪老太太。你看我现在七老八十了，我也还在刷抖音。熬夜老得快。他们说我，你姐才16，你怎么就18了？那我再降一点，我今年12。他说我才6岁，怎么是你姐姐？笑死了！大家开始帮我瞎掰年龄，帮我编年�纪，是不是？你看这就3岁了，我这样子吧，我还住在我妈的别墅里，我还没有出生。我妹妹现在是用那种灵力在跟你们说话，她现在是我姨的父语，她在说父语。那我3岁，我现在才2月，对，她拍肚子打摩斯电报。我那天刷到了那个摩斯密码，然后我本来想说要不学一下吧，看起来好厉害，指不定哪天能用上。然后我看了2遍我就想睡觉了。我们之前去那种密室逃脱也有那种摩斯密码好像，但是不是很难。他说一般人也不爱和我说，他说姐姐是不是不爱说话，我说不爱和陌生人说话。他说一般人，哪个姐姐？另外他说一般人也不爱和陌生人说话，你就很会说。我天天跟陌生人说话，怪不得看到妹妹。我经常跟就是陌生人说话，巴拉怼肚子上，就是那种新粉丝来还没说过话的第一次来的粉丝。这什么意思啊？巴拉巴怼肚子上，把喇叭怼肚子上报菜名儿。那不用了，用脚踹。用脚踹，想吃哪个踹哪边。你在说啥？我怎么听不懂呢？没事，他们听得懂。我妹妹讲话就是，这还是新粉丝，这还是新粉丝。你看我妹妹都认得你了，你还是新粉丝，你就会骗吧，天天骗人。踢他。你这脸皮有点厚，踢掉你。怎么会？你不敢，对，你不敢按错。他的禁言就很好笑。这个他改名字了，你没见过吧？这个没有见过。他本来叫别的名字，叫他说你会念他的名字吗？干嘛要念你名字？哇，这有点过分啊！这怎么有点像荔枝？荔枝再荔枝啊！荔枝荔枝，没事，我也不认识，大家都是不认得的。在座的各位有认得那个字？他怎么又回来了？他回来还要跟你说。确实踢掉的是可以回来的。哦，这是个火星文，那不非主流吗？那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对吧？我肯定懂，因为我那不非主流吗？我中火双修的，我就是中文跟火星文双修的，我可厉害了，非主流。老非主流。你看我这头发，这还不非主流？这就是非主流。那我以前用的非主流网名我都忘记了。你有叫过什么非主流网名？我翻一翻以前的那个什么留言本。你不仅回来，你还带了个回，你带谁？我刘海不是长长，是他回不来了。废狗太郎。哎，他
他真的又带了一个来。哇，你好可怕！你是你老婆吗？你吸引力怎么这么强？他会分身。哦，要报名了。报名。等着忘记掉。报什么名？缴费。头发。不用，这样就很非主流。你看，你看，他会分身，他还能发一样的花，你快看，好恐怖啊！是不是？举报他，举报他。他上次说你为什么不叫猫，为什么要叫狗？他说你是女的，就应该叫猫，不应该叫狗。现在已经就是已经那个了吗？就是已经。已经叫什么？已经自己就认为是猫就是女的，狗就是男的。当然，对，放烟花的。我们这看不到留言吧？你干嘛？我想看一下以前非主流的那些人。吓死我！我以为你要登口袋。没有口袋，口袋登不了，没有口袋，他要看自己非主流 ID， 好吧。我以前非主流名字，我是喜欢加那个点。怎么他们都不非主流？妹妹可以来口袋玩，妹妹就不玩了，妹妹忙得很。男孩子性格。男生性子更像狗，为什么？舔狗？没有啊，没有这样说。哎呀，我没有非主流的留言。我叫，我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蓝色，就不非主流吧。我好像叫不爱就请别伤害，忘了是不是？你要非主流？那肯定，以前哪能不非？妹妹要不要一起回广州？不回。你请我吃饭吗？我请你吃。那我也回不去，太远了。太远了。那好吧，那你待着吧。妹妹入团吗？她请不了，她在台湾。有一种爱叫做伤害，有一种痛叫做放手。有一种爱，不，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不好意思，有一种痛叫做放手，有一种痛，对，确实有一种痛叫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首歌叫不放手，因为我们手上拿溜溜球，你说要是一放手，那他们台下不就痛了？不是啊，正常人痛也会放手啊。痛也会放手？肯定啊，我打你了你还不放手，你还揣着我牛逼。你怎么打我？抓着你怎么打我？就你抓住我，我就这样打你。有一种爱叫做成全，笑死。你还能再带一个？你怎么那么多？你开多开吗？你开多开吗？哎，真的耶，是你同一个人吗？还是？哇，他真的有三个。对不起，我刚打你了，赔钱。呸！你好不卫生啊。没事，反正我们都一起待那么多天了。羡慕有三个号的，我也羡慕。我只有两个号，可以教一下吗？还没有办法，谢谢荧光棒，还没有办法一起同时开，因为我那个是小号。哦，有三台手机，羡慕啊！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才有三台手机啊？非富即贵。懂了，不敢随便踢他，知道吧？那还得踢啊。这个人的名字，刚进来那个名字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要开两个号看我直播？是一个号看不清，看不清吗？你自己不是有两部，两个发电都买不起一台手机，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刚刚送的那两个用爱发电都买不起一部手机的意思。你还有什么特效没看过？我妹妹她今天在我口袋房间看到那个戴王的那个表情，她说这个包子是什么，这包子是谁，她说怎么这有个包子，我说就是他，就是叶蝶，她
看了呀，他不是说那是什么来着，牡丹花、富贵花还是什么鬼花？牡丹花，牡丹花吓死，做鬼也风流。好突然，晚上好。这个更好，叫节能。晚上好呀，晚上好。捡垃圾吧。对，他们很多版本，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版本，就他们平常晚上就要换一个版本再来。今天猫猫看过没看过？今天吃鱼嘴了。快看猫猫，看那个布偶，是吧？谢谢，先谢谢，谢谢20个荧光棒，谢谢你念一下这个绕口令。谢谢牛郎年年恋牛娘。哇，你普通话不错哎，你是，我宣布你是福建里面，福建人里面。讲普通话第二好的人了，那我也可以不好。牛娘娘娘念牛娘，你这个很努力的在不好，但是其实念得很好，比闹闹表更肯定啊。牛郎年年念牛娘。蛋糕看过了吗？没看过，谢谢，先谢谢了，谢都谢了，不会不让妹妹看吧？可是我可以不看的。不行，你必须看，谢谢荧光棒。妹妹说她全部都想看一遍，谢谢红包。你这样不太好吧？那我还是炫个车厘子。谢谢红包，你看我妹妹，她非常好。我好酸。谢谢红包。谢谢你，谢谢梅花。你看，看红包。谢谢红包，谢谢红包，别跑，看。看猫猫。嗯。是一个很漂亮的猫，有毛还是无毛的？你看来了，你看这，看到了吗？好贵气啊！对啊，它名字叫……这不是那个？你别说，嗯、我知道、嗯、布偶。嗯，对，它叫戴安娜。这一看也知道是个母的。谢谢男妈妈也是吗？它是母的吗？这肯定是母的、啊。他是母的吗？戴安娜是母的吗？是母的，这么妖里妖气的，这么可爱，这么性感。他是母的吗？是母的呀。那是前辈的猫。什么意思啊？还有人养了、就是？对啊。是前辈的猫。为什么有人养啊？啊！快看生日蛋糕！快快快！快看生日蛋糕！谢谢，我是林酱骨林夜神的蛋糕。这什么英文？生日，你不认识？我应该认识。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看拜年，嗯，鸡蛋都叫戴安娜了，还能是公的？它是母的吗？鸡蛋，确实很像鸡蛋。这本来就是鸡蛋，好吗？不是鸡蛋，这就跟那个你今天说那包子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它又是包子？谢谢容波，它为什么又是包子呢？你看，我跟你讲，它是母的吧？它是小公主，看到没有？是，没想到啊，真是意想不到的。包子，它是个大王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个饺子。我上次它是饺子。我上次问我朋友，我说你能不能养一只狐狸给我看一下？我觉得狐狸很可爱，狐狸很漂亮。我想养熊猫，会不会被抓？不，我问他养狐狸的时候，我是说这句话会被抓吗？不会。我是说我想养那种玩偶熊猫。嗯，那就不会被抓。我叫他养的是真狐狸，然后他竟然反问我一句：“你今天是不是药吃少了？”我就很不能理解。你看我这个灯越来越弱，这个光，我要这样子照自己了。不要去这样照。我谢谢你啊，我谢谢我妹妹冰墩墩。你知道冰墩墩吗？不知道，就是冬奥会吉祥物。哦，那个跟熊猫，就是那个熊猫，不是那个跟熊猫一样的东西，就是熊猫。不是有外国人说想买冰墩墩吗？嗯。冰墩墩不卖的，卖的，卖的。你知道那个有一个日本的那个记者，他好喜欢冰墩墩，然后他就买了好多，他就采访的时候，他十句话有九句话都在冰墩墩。好了，哎，没打完，然后打完了，救命啊！你真没把他们当外人。然后他就挂那个就是那个工作牌的时候，然后他这上面还。好几个
就是买了好多个冰墩墩，笑死那个记者，还怪主持人，你冰墩墩太用力。那个 Robert， 嗯，是那个日本记者。哦，日本，嗯，小日本。哎，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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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小小的小小的日子很舒服的国家的记者。救命！我直播间问，小日子过得不错的。这不能说吗？当然不能了，对不起，措辞不标准，就是小小的很可爱，就卡哇伊呢。对，马上入播。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这个就是保护素人，保护素人，挺差。对对对。不能乱说话，我等下把你敲晕了。我跟你说，我这边随时准备好把我妹妹敲晕。有人管的吗？童言无忌，当然了，王景。哦，我知道王景吗？对不起，王景最帅了，王景最帅。我不是故意的，顺嘴啊，嘴瓢。妹妹属什么来着？干嘛要跟他们说？一说不就暴露年龄了吗？我才没有那么傻。现在是你几岁来着？你18，18属啥？你12，你属虎的，对，你属虎，一切都是，你属虎，都快他属鹅的，都快要、啊，你能不能离谱一点？你干脆说我属猫的不行吗？他属猫的，他属猫的，大家，怎么现在还你才属狗？哦，我属狗，不好意思，你本来就属狗，我也是属狗。我现在就是，哎，无语了哈，就是，我不是狗，我不是狗，完了，我这个灯越来越暗了，更暗了，我要给自己打光。放了一个妹妹，台湾腔很浓，是吗？是吧？我有台湾腔吗？没有台湾腔啊。那我可能是去台湾台私情。什么？你说什么？这个也不能说。当然不能说了。对不起，对不起，救命。你在说什么？我都没听懂。不是，你还是不要说话好了，谢谢你奶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哦、好乐、哦、他的意思是他是护士嘛，就在医院肯定见过非常多的就是尸体，所以他就非常想要就是对，就是没错，就是学医生的，学医的嘛，就是对，就是经常会见到，嗯，还可以摸，就是他想做一下贡献，嗯，对，我待会儿就走的。你还是不要说话，你说话太老危险了。有什么词汇是禁忌吗？就是咱们就是说。你还是打嗝吧，我求你了，我宁愿你打一晚上嗝。很危险。就是说还好没给他开直播，不然他直播间这一晚上秒没，这还不秒没啊。好热，很热，笑得好热。对，还好我妹妹没入团，指不定说出什么惊人语录给我吓死。谢谢，还好，感谢当年的我没有确认报名，没有，就是我当年没有拉上我，拉上你了，我给你报了呀。就是我当年我们俩就是一起报的名儿，然后呢我都忘记确认报名了，结果我们俩都没有进，就是说啊，我准备播到11点就关了。我妹妹又要看一看外公睡了没。用新闻联播的。对，我明天早上就要去玩了。就是说
二七生的时候，我报名是给我跟我妹妹一起报的。你那时候才多少岁啊？二七是几年？十六岁。哎，不干嘛报名？我十六。多少？是吗？你都不知道是哪一年？十六岁，他还没成年那年。外公起来了，我跟你讲，他一定要去锁门的吧？哦，那个时候。是护管吧，嘘，完了，外公会不会过来？好吓人！应该不开门吧？嘘，大家都不要说话。不行，外公会骂人，他会给我妈妈打电话。妹妹，聊不聊了？就是说，好惨啊，在家里连口袋房间都不敢打开。就是说，对，就害怕。我好像在干什么违法的工作，我的工作好像不太正经。怎么看起来我工作不像什么正经工作？直播间什么时候不敬业呢？好了，我说了，不要再跟你们讲大实话。谢谢欧巴，谢谢欧巴，我好正经的，我是一个正经的。